Hello Hello， 欢迎欢迎。请问大家会不乐吗？会不乐吗？有这种图案的商品都可以做，嗯，都可以做。但是我们这个是收费一个字30000韩币。OK， 你在做什么呢？现在我在看，就是可以它的价钱还有多少个数量。这个一个一个都看吗？对啊，不然如果客户买到我们的货不对的话，就会有问题。这个黑色5个，5个。这个颜色4个，4个。淘宝上有这个。请问一下，一般你们选东西的时候呢，都看什么呢？看那个包会不会百搭，看容易配吗？看有没有多种背法，连看它的皮革是用什么皮革之类的。很像新的那个袋子，就有一点 colorful 这样，我就觉得哦，很像新加坡人就会喜欢这种类型的东西，找特别的东西给新加坡人买。Hello。你不是马上要直播吗？在做功课。在做功课呀。一般直播之前都很紧张吗？不会。不会紧张？不会，习惯。习惯了。刚做的时候有没有紧张？当然会有啦。啊，现在都慢慢就没了。OK 了。就是每个包的特色呀、颜色呀、什么的都要懂。对呀、啊，要专业嘛，这是我的工作。为什么需要电脑呢？电脑比较方便查看资料，然后我们需要拼那个扣给客人看，所以从电脑抽出来会比较方便一点。燕彤，这个吊饰多少钱呢？78000元。78000。一般怎么起名字？就尽量起到一个他们会点进来的。哦，我觉得这个做题目也不容易。是的，那肯定最难的就是这个。对，我觉得也是。Hello Hello， 欢迎欢迎。星期五和全部人跑出门是吗？给、okay， 我们这里会做 Round One， 然后 After That 会去 DDM 做 Round Two， 因为它是 Cup 来的的。Yeah。 它整个 Cow 来的 ，It's not even Cup， 它是大牛，它不是小牛。OK， 它是这里啊，它是红色 Silver Hardware， 里面是这样。请问大家会 blur 吗？会 blur 吗？因为很像我们看到，很像有点 blur。Is it clear? Is it clear?If it's clear, then we start to sell, okay? 有这样的 block 的情况比较多吗？会有一点，因为在外面的 WiFi 有时可以冲。哦，冲突。Is it better now? 你们比较好，我 connect to 我的 data。有没有看到我们很清楚？每一根毛孔都给你们看到了。每一刻连我们的 pause 有没有看到？现在看的人101个人。然后现在 live 已经1小时5分钟，真的很久的时间，他们还在拍，真的很辛苦。他们还好厉害呀！现在他们都拍了2小时。刚做的时候人比较多，现在慢慢就少一点，但是还是有很多人看着啊。看，都结束了，结束了。DDM fighting， 拜拜，再见。哎呦，辛苦了，辛苦了，2小时做的，哎呦，太厉害了你们。喝点水，喝点水。还要赶第二场，还要去第二场。是的，赶第二场。那不会弄没？其实讲话吗？啊，好像跟女生讲话的样子。